加上声音，加上眼动科技加声音，然后加表情练习，然后他就是一直放美女在跳舞的图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西组，然后我们这个叫女浴泡泡。好，那我叫女浴泡泡，现在这边是有做泡泡。那它的是一个单口相声，像说一个单口相声，那它下面表演，然后讲一些段子。那段子呢，是某个类型。平淡的，或者是成人的梗，或者是一些地域梗。好，那就会想办法去取悦他下面的，去看他表演的一个观众。好，那玩家要做就是选择上面的泡泡，去选择你要讲的一个段子，然后不同的类型。好，那有观不同的观众会喜欢不同的类型，有的喜欢地域梗，还有的不喜欢。好，那如果说观众不喜欢，你讲的梗，那我们右边的亮条。是一个趣味值可能会降低，很多人讲地域梗，他觉得被冒犯了，那你冒犯值就会上升。好，那游戏呢，就是你要讲话在这舞台上撑过足够多的回合数。啊，如果说你的讲的东西太地域了，而且是冒犯到观众，观众觉得说，这个冒犯程度比让他觉得趣味程度高，就是你的冒犯值的地域，当冒犯值高于你的趣味值，那你就会被。下地狱，我们的舞台就会掉这个洞，直接下地狱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讲趣味值太低了，讲都不好笑，都太安全了，那你也会被赶出这个舞台，啊，游戏就结束。我们先不要，就是想办法在舞台上活下去。好，那行，那我们换成辅助这件事进行。那除了右边亮台外，还有一些影子的旁白。好，所以就是多用脑袋去理解，去选择比较刺激一点的段子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作者来加一些观众，可以看到观众的心声啊，他可能特别想看什么，然后不同人会有不同想法，还有不同颜色的泡泡，对吧？可以来做宣传，从目前的概念发展，大家到这里就是先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观众跑一跑来？这个东西啊，没什么，都老板加的，就是他们结算完，然后我算，对，然后第一张的，所以上前面的，所以你就是有办法让他加冒犯值，然后过，然后第二。好，我们是 C 组，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那个就是在那康熙演，然后就是会有个主角人在前面讲他故事这样子，然后下面就是会有个对话框在讲他的笑话，对，然后他就是会讲笑话之后，他会跑出三个选项 ，OK， 然后点完选项之后，他会有几个那个像是这种的 response 是那个。几个就是无聊，然后倒站这样子，然后现在还没有写出来，但是基本上就是会有这种反应，然后让玩家一直去不同去做选择，然后没有我的业绩量条，但目前还没加上去，对，好，那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素材库有点缺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场景其实蛮适合当 stand up comedian 的，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大家的欢呼声还有嘘声。对，所以先大家配合一下，因为我们真的找不到我们的素材库，然后再来是罐头笑声都要钱，所以麻烦请大家帮忙录一下罐头笑声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然后再给我一个嘘声，可以直接嘘我就好，可以直接嘘我就好。三、二，嘘、谢谢。对，失败，成功少一点，没做到。对。大家好，我们的游戏呢是模拟一个站立喜剧的一个游戏。好，那玩家进来扮演一个喜剧演员。好，我们开始游戏。大家
看得到字吗？他的他讲了什么看到？字来念一下。我还念吗？昨天我在西门町的路边捡到一个红包，啊，里面有钱的跟一张照片。那我现在我要抢小学校，你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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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跟我家三个套一张麻将。麻将，对吧？麻将，好。我最近玩了帕鲁，玩着玩着就，我觉得我就是二线皮，二线帕鲁。好羞耻哦，谁都来搓一下。大家都知道我女友今年考上了国小老师，她压力一直很大。以他最近的食量，我的钱包压力也很大。老板秘书跟我说，他已经连续加班了三周。毕竟女友寒假返假也只有三周，腰有点痛。最近在 IG 上看到好多朋友出国，两个在柬埔寨，三个在台北。我梦想是当上老师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我交往三年的女友考上了老师。会担心 AI 进入喜剧剧场吗？至少他们没有手。这牺牲好真诚啊！那我们游戏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只是我们刚刚其实在少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当会有个冒犯在最右边嘛，有两个亮条。冒犯只要高的时候，这样喜剧也会下地狱。弄死他！你你节目最近在 IG 上看到好多朋友出国，我这边都没出过国，只去过上海。那完了，我真的忘了，应该是 homeless 吧？不是，我发现台湾女人都蛮有钱的，我女友每周基本上一杯星巴克，然后像我都没有，她最地狱的学校没出现，对，我们选项随机的。我开始觉得努力不好，努力是没有不好吧，对不对？你各位，没有办法，他死不了，反正你们可以回家试了，他应该死得了，就是应该是死得了了，这个是最高的，差一点点。我多按了一下，我记得是这个吧，我记得是这个吧，没了，你死不了，没有，他还是没有死掉，然后大概游戏就这样，然后我们每次会有不同的题库跟不同的游戏可以玩，然后每次左右有六个。每周有六题，然后可以去尝试把它弄死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感谢。然后最后还是感谢一下大家，谢谢的嘘，感谢大家贡献的笑声跟嘘声呢。好，谢谢。要不要说一句那个以上游戏作品不是代表本台立场？啊、现在很容易演上，所以要不要争取一下，不代表本人立场。以上游戏言论仅代表本人立场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